你们干嘛你们？你看我刚刚后脚跟着你们就这样子了啊！我来买一点果都没有了，这个果都熟了吗？啊，看你看你们一个，谁的你们都不知道，那个还没有熟，那个熟了，可以拿给他们吃了，拿来分给他们吃。要去包子呀！还有包子啊。那包子昨天乐乐买的，我去拿果给你们吃啊。来你们家呀，翻箱倒柜。那担油是像个垃圾桶似的，垃圾桶都不见，这不是垃圾桶吗？垃圾桶，到了，到了，到了，奶奶，坐这里，哇，好大的，我过去哦，我你们在哪里？我们在你们这里啦。甜吗？甜过猪脸那种是吧？嗯，你喜欢？我喜欢。哎，我们没有拿哎，又是这里，没有拿。哎，这个枝子呢？去种吗？这里啊，包子在这里啊。哦，好的。哎呀，这枝子哪里种的？在江中。嗯，这个都太熟了。来，给一个阿伯吃。我拿了，你了，得芒果。哎呀，阿姑，你也知道有果吃啊？哎呀，这么多了，哎呀，我都不知道我包就好了。干嘛不通知一声送点果汁啊？我们买的，这小家伙起来，快点分享。我再去拿几个给你们吃啊。哎呦，麦当劳，我认得的。来，三个鸡蛋，都懂你了，差不多四两块。哦，因为四两。爸爸，你在这里。你个聪明，都干，都干的干。喂，农村没成型。我来，我就来，我干嘛哩？妈妈，帮我拿。那给灰灰吃呢，他不吃啊，这个可以吃的。那他不吃，你自己吃。我要吃这个。这家中爱吃干姐，他真爱吃干姐。喂阿婆，喂阿婆给你吃吗？哇，真的是那个。那我要几天？滚滚滚扣位。你看这些，小玉玉都很熟练了，小玉。又倒了呀！又倒了呀！这旁边都没有剪刀，刚刚晓得剪刀还有。剪刀，刚刚是没扔掉了。他困起来玩没？抱回去。回去就拿，回去就多拿，谁先有啥？不用客气。那是我捡到两个红的胶。你再拿呗，三个都可以。嗯，够两个红胶。反正你看到可以拿了，你就拿。哈哈哈哈哈。两个红胶啊，那个电脑全部搬走。都搬走。我看然后明天我去你家蹭空调。都是不会用。吃了都要哦。你多要多吃一点，要不等下你生了就不能吃冷的东西了。有什么好吃，赶紧拿出来。反正好吃的都放在这里了，你们自己看着办。
甘蔗、香蕉果都在这里。好饱啊！没有三我今天也吃了一个。吃了吃啥看？这块皮啊，咋吃啊？在这里好热闹啊！有的吃，有的拿就可以了。我要吃这个。不要吃腿。你要吃腿腿呀？我这个是火腿腿吗？你要来我这里吃火腿腿是吗？我这里没有腿腿的不？那你吃那个腿腿。哦，你这里有火腿肠。啊，那里有火腿肠。那是在你家昨晚上打包下来的哦。啊，不能吃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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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能吃。本来我是拿出去给鸡吃的，忘记了。来吃面包，拿放在地上得了的。今天阿婆不是汤姑姑了吗？没有腿腿吃啊？是啊。啊？是啊。吃不够。汤姑姑那明天继续得汤。明天继续汤。反正有一起嘛。好。再有几。够的。明天继续汤嘞。来聊个小表弟吃啦哦。聊个小表弟啊，聊个小肥肥啊。不能追太久，追得太久了，没汤给你吃。因为他经常咩，经常打野的。那明天我卖了鸡嘛。林哥，你妈就说你了，住两天就可以了，不要吃那么焦。不要吃太久，鸡都要吃完了。卖鸡干嘛？明天要当吗？明天汤我们要得得回你餐吃啊。吃饱饭了，大家一起坐在这里热闹热闹，吃果聊天。你叫曾祥辉呀？我也在想喝呀。